中，爱与恨情难独钟。我刀花不长空，是与非动也不动。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。我心一场春梦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苏宁易购邀您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如今寒毒尽除，也该重归江湖了。上苏宁易购换新装备，和无忌一起仗剑天涯。哇！公子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是啊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好。我们赶紧上山吧。殷教授，贵教大势已去，何必多添伤亡？我名叫人中，没有贪生怕死之辈。为首富，我名叫圣火，今日一定要与你们血战到底。张四侠，跟这些魔教妖人何须多言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把这些邪魔外道斩草除根。消灭魔教，斩草除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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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魔教妖人，那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算什么？见风使舵，以多欺少，你们今日所为定会受到天下人的耻笑。要是真有本事，那就站出来与我阴天正单打独斗。我要是输了，那就是老天有眼，有心要灭我名将。要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输了，马上给我滚出光明顶！放肆！放肆！放肆！师太，倘若今日我们胜之不武，也难免落下口舌，不如就依了殷老前辈的意思，这样也不损我们正派的名声。好，就让那些魔教妖人、邪魔外道死得心服口服。师太，那就由晚辈打头阵。
张四家，请吧。那张某人不客气了。尹老前辈神功卓绝，在下佩服。张四侠的内家修为超凡脱俗，老夫自愧不如。阁下是小婿的同门师兄，难道今日非要分个胜负吗？刚才晚辈多退了一步，已是输了半筹。是啊，都快醒来了。我果然是名不虚传的，这还怎么打呀？英掌门，既然你刚才提到了我张五哥，那么晚辈刚好跟你算一笔旧账。我张五哥和于三哥都是被你天鹰教所害，我师父他老人家宽宏大量，不再追究。我莫生谷一直耿耿于怀，希望早日替他们讨回公道。英掌门，得罪了。尹老前辈，这次六大派冲着明教而来，天鹰教已脱离明教，自立门户，江湖上人人皆知。尹老前辈，你何必趟这趟浑水？宋大侠的好意，老夫心领了。老夫身为明教的四大护教法王之一，当下明教有难，岂能置身度外？定当以身护教。宋大侠，请吧。前辈已力战数人，此刻过招太不公平，咱们只较量招数，不比履历。宋大侠，既然你心慈手软，那我唐门亮给你
银浪儿玩玩，接我空头派几招。姓宗的跟你算账，就账。哎，宗兄，殷教主现在已经受了重伤，你若是现在伤他，那便是圣旨不违。什么重伤？这个魔教之人就会故弄玄虚，装模作样。他既然断了我三弟的四肢，那么这是我崆峒派和天鹰教之间的过节，怎由你武当派插手？就是，宗兄的七伤拳可是天下闻名，殷教主眼下已经这般模样，怎还经得起宗兄的三拳呢？于二侠，六大派来西域之前可是立过盟誓的，你现在反过来帮这个魔教头目吗？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，不管你武当派有多硬，也不能事事横行。你宗兄，现下是咱们跟明教一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咱们仅向明教讨战，贵派和天鹰教之间的恩怨还请以后再算。你殷老前辈，请你率领贵教人众下山去吧。好啊，既然我动不了你天鹰教，那我就毁了明教教主的牌位，灭了你明教的圣火。英王，各路英雄，魔教气数已尽，将场上的余孽一概诛灭。事成之后，武当派往东搜索，峨眉派往西搜索，不要让一人漏网。昆仑派预备火种，焚烧魔教巢穴。少林弟子各取法器，诵念往生经文，替六派英雄和魔教教众超度，化除冤孽。是。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，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，其中的对手皆归尘土，怜我世人忧患失多，怜我世人忧患失多。糟了，走！殷教主，在下宋金昌。二哥，无忌哥哥，无忌，你们如此对付一个重伤的老人，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插手？我。我叫张阿牛。
这个老头的命是我的，不想死给我闪开！多谢小兄弟，小心！行宗的，你们崆峒派的七伤拳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再战。好，有种的，接我三个七伤拳！您老前辈，待晚辈先替您接几招吧。如果晚辈输了，老前辈在上也不迟啊。小兄弟，你不像是本教的教徒，请问你是哪一位的门下呢？我不属于明教，也不属于天鹰教，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，今日能与您并肩作战，乃是晚辈的荣幸。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夫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。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，在下久仰了。少林神僧空剑大师，不就命丧于贵派的七伤拳之下吗？怎么是七伤拳啊？七伤拳？不可能啊，崆峒派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空剑神僧是被谢逊恶贼所害，江湖上无人不知，与我崆峒派有什么关系？你说是谢前辈杀的，是你亲眼所见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说是谢前辈杀的，还要嫁祸给他？空剑神僧圆寂之处留下了陈坤杀空剑神僧于此九个血字，谢逊到处留下血案，竟然如此冒出他师父之名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，这有什么可疑的？请问是你亲眼看见谢前辈写的吗？这些字谁都会写，若我偏要说是崆峒派写的，那又怎样？你写字容易，但练功却难。空智大师，敢问神僧空剑，的确是被崆峒派七伤拳所杀，是不是？阿弥陀佛。而金毛狮王谢逊并非崆峒派，是不是？这姓曾的是谁指使你在那儿强出手？没有谁指使在下，在下只希望六大派与明教罢手言和。就凭你挡得了我七伤拳再说？宗前辈，七伤拳有害无益，不宜再练。笑话！七伤拳是我崆峒派的绝技，怎么能说是伤害自身呢？当年我掌门师祖木林子先生以七伤拳威震天下，名扬四海，寿至91岁，怎么能说会伤自身呢？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！木林子前辈想必内功深厚，自然能练，不但无害，反而强壮脏腑。可以晚辈之见，前辈的内功如果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话，执意强烈，恐怕终归无用。你的言下之意是说老夫的内功还不到家？敢问前辈练七伤拳的时候，云门穴、五里穴、心灵穴是否隐隐作痛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崆峒派的谋吗？怎么可能？二哥，这小子啰嗦些什么？他竟看不起我们七伤拳，就让他吃我一拳，尝尝滋味。
金刚不坏神功，你是少林的人？在下不属于任何门派。等说啥？能领教老夫三拳七伤拳吗？ 七伤拳伤不了我，你放心吧。敢问前辈肩头上的云门旋，是否不在隐隐作痛？曾少侠。 神功果然惊人呐！刚才老夫有些失礼，可曾少侠不计前嫌，以内力为老夫疗伤，这种以德报怨的大仁大义，老夫感激不尽。老前辈，快起来！如果老前辈信得过晚辈，待今日仪式有个了结之后，晚辈再设法相救。只不过。 前辈，请以贵派的回阳五龙膏、武当派的三皇宝蜡、华山派的玉针散之药，给前辈服用。两个月后，他的四肢便能痊愈。好，多谢。贫僧的，你治好了我的断骨，唐某感激不尽。这份情谊，日后定会回报。可是，孔通派与魔教的恩怨。 其实你这一点点小恩小惠，便能化解得了的。各位前辈，请听晚辈一席话：你们与明教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全因陈坤一人而起。你们都中了他的计了。中计？这怎么是计？陈坤与明教教主杨鼎天有私怨。 所以处心积虑要置明教于死地，只可惜他一人能力有限，所以一心挑拨六大派与明教的关系。他借他徒弟谢逊之手，让明教与六大派结下梁子，为了使谢逊成为杀人狂魔，不惜杀害他一家十三口。昨晚陈坤混入明教组团，亲口吐露此事。杨左使、韦福王、吴散人等，全部亲耳听闻。此事千真万确。 若我有半句虚言，天诛地灭！全真，一定要搞清楚。曾少侠，那么请问，这陈坤现下在何处？陈坤后来投入少林门下，法号元真。少林，是不是？哼！ 元真师侄是我空剑师兄的入室弟子，佛学深湛，除了这次远征明教之外，多年未曾出过寺门一步，怎么能是混元霹雳手陈坤呢？曾施主，你不要在这儿胡言乱语，一
在污蔑我少林门派。大师不必动怒，还请元真出来当面对质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元真师侄为我六大派苦战妖孽，已经历尽元寂。大师此话当真？阿弥陀佛。元真虽是罪有应得，可他现在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从此死无对证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，该如何是好？曾施主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年纪轻轻，想不到心地居然是如此险恶。明知道元真已死，你将一切罪过推卸给他，老衲实在是看不过眼。曾施主，等待了。小子，你这是在逃跑，不是在比武。好，晚辈就接前辈几招，如果晚辈输了，自然听从前辈的吩咐。倘若胜得一招半式，便请少林派退下光明顶。少林派的事由我师兄做主，不过你要是破了我少林的龙爪手，老衲即刻回少林寺，终身不出寺门一步。接招。怎么会我少林的龙爪手？天下武学殊途同归，强分派别乃是人为。这一路少林龙爪手擒拿功夫，也未必是贵派独有。老衲输得心服口服，老衲一向自负，以为所学少林龙爪手当世是无人能敌，少林龙爪手的威名毁于我手。
这手废了也罢。晚辈以少林龙爪手胜过了大师，与少林威名何损？倘若并非以少林绝艺与大师对攻，相信天下再无第二武功能胜过大师。曾施主仁义过人，老衲佩服。阿弥陀佛。曾少侠神功盖世，在下深感佩服，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的门下，可否见告？感恩阁下使。在下华山派掌门仙鱼通。胡先生曾向我提起这个人，对他恨之入骨。曾少侠始终对自己的师承来历有所隐瞒，这难道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又没在苗疆身中剧毒，也没害死金兰之交的妹子，哪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既然少侠不肯见告师门，那在下便亲自讨教。倒是晚辈该向前辈请教。华山派武艺固然高明，但是先与掌门恩将仇报、忘恩负义的功夫，恐怕无人能及。先与掌门，在下有一件事情向你请教。你当年身中剧毒，九死一生，胡青牛先生三日三夜不眠不休地治好你，又和你一结金兰，你为什么如此狠毒，要害死他的妹子？武林中人讲究有恩报恩，有怨报怨。蝶谷一仙乃明教中人，你深受明教大恩，今日反而率领门下的弟子来攻打明教。像你这种禽兽不如的人，亏你有脸面当一派掌门。一派胡言！山派自负名门正派，想不到还有一手放蛊下毒的绝艺。各位请看，居然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，你羞不羞？求你，求你快杀了我，快杀了我！我倒是想给你医治，但不知这善终究竟是何毒物，恐怕难以解决。这是金蚕蛊毒，你救不了我的，你快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这种毒的，杀了我吧！我倒是可以救你，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个条件。就是我问你什么，你必须老实回答。倘若有半句虚言，我便撒手不理，任由你受罪七日七夜，到时候肉骨见腐，滋味可不好受。你若真能救我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那请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这一生中做过什么亏心事？从实招来。
没有。老前辈要是不说，晚辈爱莫能助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我说，我说，半月之歌，是我用金蚕蛊毒害死的。满月是你杀死的，为什么要说死于明教之手？白师哥知道我害了胡青牛的妹妹，我只能杀他灭口啊！白师哥，白师哥，白师哥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是我杀了你，谁叫你当时逼我逼得那么狠呢？你要是说出胡家小姐的事情，那师父肯定饶不了我。我只能杀你灭口啊！白师哥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白师哥。华山派各位，白猿前辈并非明教所杀，你们与明教之间的恩怨乃是误会一场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此人乃本门叛徒，我们清理门户，你为何要干预？第一，我已答应治好他身上的蛊毒，说过的话不能不算。第二，贵派之间的门户纷争，还请回到华山派之后再清理也不迟。曾少侠，你帮我华山派弄明白了门户中的一件大事，使我白猿师侄能够沉冤得雪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可是你当众让我华山派出丑，我兄弟俩跟你拼了这条老命。你没错，我们两个打你一个了，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马上认输就行了。师弟，我们先除外辱，再清理门户。好。两位前辈，如果你们输了，还请华山派从此不再为难明教。我们两个打你一个，你是绝技活不了。我们兄弟俩有一套两仪刀法，变幻莫测，镰刀攻敌是万夫莫当。我们就怕你要单打独斗，一个对一个。现在你既然答应我们一个打我们两个，那你就输定了。说过的话可不许反悔，反悔是小狗。晚辈绝不反悔，还请前辈刀下留情。我们这条刀使用起来是越来越凌厉，绝不容情的，绝不会客气的，是绝不会。少说一句成不成？少说一句当然可以，但是我瞅着这小子人不错，一刀砍死了实在是可惜，所以事先提醒他，让他早做防备。咱们这套两仪刀法乃是反两仪，事事不宜常规，对吧？住口，让我说。哎，那你说。不要说我们两个欺负你，你赤手空拳肯定赢不了我们的双刀，你快选一件兵器也罢。去吧。多谢前辈。那晚辈便以这折扇为兵刃。你这扇子里有金蚕蛊毒，万一散开来，那可不得了啊。前辈说的是，那我用什么兵器便由前辈来决定吧。那就让他占点便宜。那我就给他一件趁手的兵器。谢了。两位，来吧。得罪了，晚辈跟两位开个玩笑。此人武功甚高，姓曾的，算你有本事。你要怎么处置我们，悉听尊便。
晚辈只不过希望化解贵派与明教之间的过节，别误他意。华山派与明教的恩怨，岂止是你这小子能化解的？华山派的樊两仪刀法招数上倒也不算含糊，哈哈哈！多谢何夫人赞赏，只是不知与我昆仑派的正两仪剑法谁更胜一筹。今天咱们四个就拿着小娃娃为招。 切磋一下华山与我昆仑的两派武功。好，曾少侠，请赐教。久仰前辈剑法神通，还请高抬贵手。请曾少侠自选兵器吧。多谢。 在下便以这梅之为兵刃，领教华山、昆仑两派的高招。嗯，这……啊？嗯？不胜无量天尊，西华子道长，黄口小儿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 人世浮沉，生死总有长门。心存宽仁，相遇同一笑泯，只怕残忍多情伤痴情人。能有几人穿过纠缠，留初心几分？ 劫中被侵困，何为永恒？何为俗世凡尘？人间暖冷，乱。